这是 W10 高氧护肤，现在介绍它的安装及操作。现在介绍 W10 高氧护肤的安装及介绍。仪器后方配件从右到左依次是超声波、高压注氧、高压喷氧、氧气面罩接口。安装方法一致，对准接口插入即可。仪器后方配件从左到右依次是脚踏、激光手柄、两级射频、六级射频、冰锤。对准接口插入拧紧即可，其余四个装置方法与此相同。电源、开关、开机。仪器左侧上方是语言调节，中文、英文，选择中文。高压注氧功能，此功能需配合生理盐水操作，把注射器插入生理盐水即可。时间调节，启动，同时脚踩脚踏即可工作。冰锤，时间调节，启动即可操作。激光射频，时间调节 ，RF 强度，具体可根据顾客需求上下调节能量。模式，模式 A 连续工作，模式 B 有间隔，模式 C 间隔时间更长。冷冻功能，激光功能，启动，可调节冷冻或激光功能同时启动，即可操作。两极射频，时间调节 ，RF 能量模式 ，RF 强度可根据顾客实际需求上下调节。模式 A 连续工作，模式 B 有间隔，模式 C 间隔时间更长。启动即可操作。六级射频和两级射频的调节方式相同。高压喷氧，时间调节，模式 A、B、C。A 是连续工作 ，B 是有间隔 ，C 是时间间隔更长。启动即可操作。超声波给液，工作强度可根据顾客的需求上下调节。模式，模式连续工作，模式有间隔。单点工作模式，多点工作模式。启动，同时启动手柄上按钮即可操作。氧气面罩，时间调节，启动，开启氧气，采光，这是音量调节，音乐选择，打开开关，时间可上下调节，散热功能，红光、绿光、黄光、蓝光，可根据顾客皮肤自由选择。如需连续闪烁，可同时按起红光和蓝光键。现在操作高压注氧功能，启动，同时脚踩脚踏进行操作。脚踩脚踏，高压注氧笔与皮肤近距离操作，不能贴于皮肤，根据皮肤纹理向上操作。对皮肤进行冲洗，
须毛孔粗大，可着重加强操作。另一边脸操作方法一致。高压喷氧功能启动，模式 ABC， 连续工作有间隔，间隔时间更长，可自由选择。调节好后，高压喷氧手柄近距离接触皮肤操作，不能贴于皮肤，根据皮肤纹理向上进行操作，皮肤暗黄、粗糙等部位可以着重加强，来回走3到4遍。另一边操作方法一致。激光射频手柄，模式 ABC， 连续有间隔，间隔时间更久，选择连续。射频强度可根据实际情况调节，从5开始起调，启动，启动激光功能即可开始操作。面部涂抹好凝胶即可进行操作。根据面部轮廓线条向上提拉，正常皮肤也可跟手操作。另一边操作方法一致。激光射频手柄如需冷冻功能则启动，调节冷冻功能开启，激光功能开启即可操作，操作方法一致。现在操作两极射频，进入操作界面，能量强度模式可自由选择，启动即可操作。面部需要涂抹凝胶，两极需平贴于皮肤，根据轮廓面部线条向上提拉，可重复操作。另一边操作方法一致，正常皮肤者也可跟手进行操作，做向上提拉。六级射频功能，能量调节，模式调节可自由选择，启动即可操作。面部需涂抹凝胶，根据轮廓面部线条向上做提拉手法，也可跟手操作。另一边操作方法一致。冰锤启动即可操作，面部涂抹凝胶，根据线条向内向上打圈，毛孔粗大皮肤泛红部位可以定点操作。另一边操作方法一致。超声波操作，工作强度可调最大，模式连续有间隔，一般选择连续工作。剂量可根据顾客吸收情况具体调节，启动即可操作。在超声波手柄装入精华溶液，手按住绿色按钮即可操作。根据面部线条向内向上打圈，另一边操作方法一致。操作完成后，敷上丝邦医用创面修复面膜，同时加上氧气面罩。氧气面罩，音乐调节可自由选择，音量大小调节。启动，启动氧气，采光，启
启动音乐。把氧气面罩有凹槽一面放于客人颈部，打开开关，选择需要光照颜色，颜色可根据顾客皮肤具体调节。氧气面罩15分钟即可，整个操作完成。此台仪器10个功能，可根据顾客皮肤自由选择功能进行操作。